我愿意跟你分享一首歌。那这首歌是我自己在国中二年级的时候啊，第一次参加教会的营队啊，叫做《圣召唤醒营》啊，这个是大会的歌。那这首歌让我很感动的是，我们的生命被塑造的一开始，或是在那个同时，天主对我们已经有一个邀请，有一个召教了。可是你愿不愿意去寻找那一个召教？那再来是天主是怎么看你的？好，当然我们可以先从我们自己或是别人是怎么看我们。当然我们会希望我们自己是好的、完美的，别人会希望我们是好的、完美的。可是天主要看我们的，并不是我们最美的那一面，天主要的是那个真实的你。这个真实你看起来或许不是完美，为你来说不是那么完美，为别人来说也不是完美的，可是天主就要这样的你，因为天主在你这样的你上看到了你的潜能，看到你的未来，而天主邀请你，天主召叫你。所以这首歌是让我最感动的，所以我也愿意跟你们分享。那这也是我怎么样在我的自己的生命当中去看我自己，我更好说，怎么样从天主的眼光看我？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刹那起，成长的泪滴、苦闷的心情，那都陪着你。浓密的发丝，它曾你一细数，你就是你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为你祝福于生命的标记，珍惜自己，接纳自己是如此不易。忍痛爱羞的我，内心不恐惧，我就是我，是主有用的肢体。珍惜你，主所疼爱的，你是唯一。认同我，宇宙的开始已被期许。没有准备，生命本就充满美意。他一笑想创造我和你。珍惜你，主所疼爱的，你是唯一。认同我，宇宙的开始已被期许。没有准备，生命本就充满美。他一笑想创造我和你。生命孕育的那一刹那起，成长的泪滴、苦闷的心情，它都陪着你。浓密的发丝，它曾你一细数，你就是你，没有人能够代替。为你祝福于生命的标记，珍惜自己，接纳自己是如此不易。忍痛爱羞的我，内心不恐惧，我就是我，是主有用的肢体。
所疼爱的你是唯一，认同我宇宙的开始已被启示，没有准备，生命本就充满美意，大与小想创造我和你，珍惜你主所疼爱的你是唯一，认同我宇宙的开始已被启示，没有准备，生命本就充满美意，他一笑想创造我和你。是啊，我们的生命在创造之初，天主就召叫了我们成为。那我们的责任，或是我们的使命，或是你在说啊，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？就是在寻找那一个召叫，就在寻找那个生命被创造之初，天主对我们的邀请。所以你是否愿意去找？你是否愿意去问？可是你也要问自己啊，一旦你问了，你找到了，你是否有勇气去答复他？啊，这就是生命最有意思的地方。很多时候我们是去找了，我们是去问了，可是当我们问到找到的时候，我们却没有勇气去做，去执行它。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天主的带领，我们真的需要天主怎么样在我们生活当中来带领，如此我们才能够找到，如此我们才能够答复。